就不会了。怎么了？你哦，请你不要在这边跟我们搞笑好不好哦？伤脑筋了，我去做魔多还是飙魔多？不要怕他，怕什么？全敢啊！俺爹不小，如果你做你的儿子的魔多公平哦，他杀过来哦，你一定要跟着杀过来。他杀过去哦，你一定要跟他杀过去。好，你不可以哦，他杀过来，你杀过去哦，人家魔多不忘了，好吗？啊？我告诉你哦，飙魔都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啊，我是不会允许我儿子去的啊。非常谢谢你的邀请，不过我的儿子呢，你会去吗？他怎么不会啦，我哪里会去这样危险哦？我答应你不要这样魔都啊！对对对，你不要飙魔都啊！你要是给我知道你飙魔都啊，我就先飙你了啊！你再去飙魔都 ，OK？ 好，我带你去练 exercise。你做你自己做很多年，哎呀，为什么？没有什么的啦。